视电影台，这个六月打开新视野，精彩无国界。他临走的时候带走了1000万，金钱全都想不劳而获，以小博大。数字贪婪终究无路可退。那请问在哪里？我的钱怎样了？荣获香港金像奖最佳男女配角，夺命金。给我关了他，叫你们关掉他，混蛋。今天的婚礼正式取消。佘诗曼、方力申，现代素食婚姻，爱恨一念间，人约离婚后。老华托，老神呀，我老准备他们安的。那些年，青涩的高中岁月，泰国版青春爱情电影，有你我和你。老师，你自己小心点儿。香港鬼才导演王晶、叶念琛，让你惊吓指数破表，猛鬼爱情故事，真的是太神奇了。20位台湾电影导演献给观众最美好的情书，10+10，不平凡的六月，卫视电影台。